南韩人气女团 TWICE 中的台湾籍成员周子瑜能歌善舞，长相甜美，凭借迷人又可爱的脸蛋红遍亚洲，更曾跃上全球百大美女行列。经常在个人社群平台分享美照的她 ，IG 更吸引超过1027万名粉丝追踪。没想到周子瑜昨17日深夜突然在 IG 贴出小时候的一系列萌照，并写道：“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，包括从幼稚园到国小阶段，只见她圆滚滚的眼睛加上樱桃小嘴，乌黑的长直发有时绑成马尾，有时是公主头。”虽然皮肤比现在黝黑，没有太多打扮，但可看出周子瑜从小美到大完全没变，难怪能拿下世界第一美的荣耀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周子瑜还贴出婴孩时洗澡的上空裸照，照片中婴儿时期的周子瑜拥有无辜像小鹿的大眼睛，对着镜头嘟嘴的模样相当可爱，被粉丝大赞是母胎美女。许多粉丝看到这些萌照后纷纷惊呼：子瑜天生可爱，是吃可爱长大的吗？